铁林，吃药。画上的女的也看。吃药。哎，别看了，喝。我让你给我打听点徐天的事儿，你倒好，你把我的事儿全跟他说了。你不是你叨叨一宿，我不就是说你带冯先生去趟宝源馆吗？今儿我见着他，什么都不说。不是你还能说什么呀，关宝花啊？这儿还两碗。不是，徐天就是一愣头青，你把这些都跟他说了，对我没什么不好的，对他不好，你明白吗？你喝。催催催！你催什么催呀？都说新方子伤药劲儿，叨叨一宿徐天传话的事儿，药劲儿顶哪儿去了？你这一大早上又上什么劲儿了？穿这么齐整，你要干嘛去啊？你不老实在家待着？我在家待不住，哎，送我去我爸那儿一趟啊。关宝花，你是找一爷们儿，你还是找一司机啊？一天到晚净让我送你，我自己正经事我干不干？等你当了处长，给我专门派一个司机，到时候每天都是正经事儿啊。德行，我等我等我等。来，穿上。又一女的，正事儿。你赶上了这。老花，坐。冯先生找我呀？柳小姐找你。啊？真的吗？上车。哎，不是你着急吗？不着急的话，我先把媳妇送老丈人那儿去，我一会儿自己过去行吗？胭脂胡同故事知道吗？小宝那儿知道。柳小姐只约你。哎，哎，冯先生不来吗？哎，谁呀？聊那么半天。上回在北土城小树林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少过这臭脸去。三哥，说是您让来体谅我，说你就信。兄弟们信您，连着您家里人
也都一起。把话说正了，您一句话，我们干什么都成。老大，反正前天八清就放出去了，那二哥三哥更不是外人。再跟八清一样当没事，那老大里外不是人。你怎么跟老大说话的？我怎么说话用你教？底下人怎么说八清？没说什么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十七，二友，哎，你们俩去把八清弄回来。华子，哎，这事儿起根就怨我，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老大，哎，那个关亲王那屋子还能用吗？能用，家伙事齐全，火盆都有。收拾出来，关田丹。哎，这什么呀？这是田丹的，八成是十七拿出来给他的。有一回就要拿，让我给撞见了。给我吧。拉车的啊！以后离保险馆周老板远点，他是小红袄。你是不是疯了，徐涛？再不是就找不着了。北平天天有人往外跑，坐飞机吧。不是周老板是谁？小左，要不你告我？小左。小朵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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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朵，快跑啊，小朵！小朵，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他是谁？别再踹我啊，就咱们俩人，你也打不过我。嗯，不一定。你不就练跤的吗？试试。
不是，这是你大哥的地方，我不傻。不是就别瞪我，我他妈比你还不痛快呢。说是接连虎，结果让我炸你女人的牢。第一，我没让你炸，不炸凿得开吗？第二，那不是我女人，我女人死了。你和金海诓了我三回，事不过三。连虎出来没？连虎让你锁在牢里，我换的他。各有各样，你换他应当的。我想换我接的人，还换不了呢。哼，徐天，你死定了。死不死的？再说一句，大嘴巴抽你。给你单位打电话啊！打电话干什么呀？有什么事你就这儿说呗。看你从这儿走了去哪儿了。嘿，我现在都是组长啊，打电话你就能找着我呀、啊？不是，你说我都把你送到这儿来了，你一会儿打电话还得出去，你真够不嫌累的。干活小心点。哎，好。哎，铁莲。哎。叔，叔，哎，铁莲，哎，徐天这些日子晚上都不着家，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老不着家呀、啊。嗯，那昨晚上又跑了，到现在没影儿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不会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嗯，昨儿饭点那会儿，我还在大哥那儿见着他了呢。跟你说什么了吗？没搭理我。怎么呢？他怨我呗，怨我不让他帮光呢。啊，走了，叔。
各路的兵将全都看到关公在帐下皱眉梢，问军师这样的军功全派好，你是明明白白的把关某瞧好，孔明出啊说二将军，别看你是能征惯战，刀马最好，据我瞧你不能够前去赶草。关公闻听谁呀、啊、我往上报，军师说话太离骚，曾记得我们的兄桃园结拜，我在何人的手中就落过下山，破黄金得不少，只杀得张宝望营而逃，温酒也曾把华雄斩，我们三战吕布在功劳，三言两下为主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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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小小的沟渠，哦，怎么了？又撞了！哟，来车了，谁谁？此一去，别说路，啊，把草看着车了，墙上的人头当军令将，往此去，不入，把草拿到，军师拿。秦先生来了。把草拿到，我军中的这颗印就让与你指标。他二人说罢，立下了短矛。诸葛亮回首把脸见到，出去了。怎么了这事儿？把手不知道。在花荣道，你的高台放我眼中。四十六根点一下。什么钱啊？沈先生收了金先生一幅画。大英子，赶紧收好了，大白天的显财招事儿。哎呀，你别动，我来。七叔，大把手搁我哥屋里啊。大英子，哎，徐天昨儿个在这儿吗？徐叔，我这心里
怎么这么不踏实啊？是不踏实。八七让人抓走了。八七儿，小朵他舅，昨儿放回来，今儿给抓走了。从我哥那儿来了好些人，进美兰他们家院子，活生给赶到胡同里，让人给拉走了。金海昨儿个在不在家？没回来。这又送来这么些金条，怎么回事儿啊？这个不说了吗？画钱。什么画啊？值那么些钱？我去一趟警署。大英子，把门关上。六套旗袍的钞票我就不收了，好吧？想孝敬啊，我收着。标两张回上海的飞机票。这裁缝铺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？哎呀，好什么好啦？不行的，很多人不来这个高级场所做衣服的了。那我给你包架飞机好不好啊？哎呦，你玩笑开大了，衣服要穿了。不用。都要走了。还做衣服啊？早做了，再量一下，定个型儿，回头上海去。咱们去上海。需要那么多衣服吗？这上海比北平暖和呀。再过十来天就过年了，过完年就开春儿。不做几身旗袍啊，对不起南边的小暖风。刘小姐，我都记下来了。给他也量一量，来身西装。啊，好的。先生，你请。不用。尺子给我，你出去吧。哦，好。啊。琢磨的啊，也不知对不对。你呀，不是舍不得什么党国大业，到南边一样可以做事儿。你也不是舍不得田丹，你是放不下你和田丹处的那段日子，那段活得最有人样了，是吧？你还是别留下来了，留下来到底还是得把他杀了。你这桩念想啊，就彻底毁完了，值当吗？党国才不在乎你心里那点滋味呢。以后咱俩过点像样的日子。谢谢你。还真是不会聊天儿。你是谢谢我好啊，还是不好？是好。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天你和我爸在车外说了什么。
帮忙带走。告诉我姐去后门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去说。哦，好好。你说你是小蚂蚁，在我爸跟前还真是。这宫里的皇帝都搬了，他从北洋混到现在，这老地儿都没挪过窝。他投不投共跟咱有什么关系啊？不管天下是谁的，他都能在北平活着。你要是多待几天，弄不好共产党成功部又要找人来除了你。活着最要紧。看见前面那个人了吗？嗯。去。我眼里容不下沙子。喜欢归喜欢，你给我句实话，别心里一百个不愿意跟我上飞机。不会。能多说俩字吗？钟表铺有样东西要拿。刘小姐，外头叫你俩到后门去。从后门跑来。这边。哎呀，没事吧？走。脚没崴吧？在那儿呢。妈，妈，您抓紧时间做点菜，因为我要出去。一会儿一会儿的，快追！钟表铺，不要去了吧，有要紧的东西，不去哪儿行？平平，嗯，姐，你说我对他好值得吗？您约了铁林去胭脂胡同，别忘了。Thank you.
次找我都假装拿来修，下回又拿走，从来没坏过。不值钱的，那也是你的。行吧，去胭脂胡同。什么地方？去见个人。徐叔，凡儿，您都知道了。事儿多大？啊，事儿多大？小耳朵把后墙炸开以后，我就不太知道了。啊，有一阵子，天哥拉着我跑，女工党也在。后来钻到排水道里，我就看不见天哥了。连虎在后面追我，他越推我，我越晕，越推我越晕。后来从排水道出来以后，狱警就到了，朝着人开枪。我在草丛里蹲了半天，我都没等着天哥出来。后来他们就把排水道封了，然后拿着枪往回钻。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昨天晚上。把哪儿给炸了？京市监狱。为什么？接女共党田丹。女共党，女共党。徐叔，打一开始我就跟天哥说过了，这是杀头的罪过。杀头的罪，说了吗？柳小姐约我过来的。你看都等这么长时间了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你咋这么不要脸呢？话说的，开门不就是做生意吗？是。本姑娘卖艺不卖身。那正好，反正我没带钱。要不我叫他们上来给你唱段曲儿。太耽误事儿。铁二爷，我跟你说，今儿就是不行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说个理儿。不行就是不行。攀上高枝了是吧？那天晚上一块儿听戏老头谁呀？你问不着。信不信我给他逮了？我真不信。抽我媳妇一嘴巴的时候，你也在跟前待着呀？咱还是下去喝口茶吧。放开！清明早班是吧？买卖开在八大胡同，你还跟人学势利眼儿？这这明儿我带人把人抄了！你抄什么呀？就你小组长！我林，柳小姐在下面等你。什么？让你们家都知道，北平城里谁是爷？
人都过来了，来了，还是三十一军刘副官的人。回头那两根条子谢谢人家。知道了。要请冯先生进来吗？不用，两句话就完事儿。你最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，您就能给我什么，是吗？只要我能办到。胆儿真大，你也配啊？找我来干什么呀？你们哥仨四十六根金条晚上来拿走，下午去京师监狱把田丹杀了。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？不容易想办法，带把枪进去，能见着就能办。我说的是把田丹杀了，四十六根金条指还了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？别琢磨不该琢磨的事儿。这事儿是冯先生办的吧？不是他让你办，你不办了？我是他的人啊。他能给你什么呀？给我出场。北平站几出来着？二出。金条我本来可是要还给你们的，四十六根加田丹一条命，换一处长。想好了？当上处长之后，我想要多少都有。杀共产党本来就是保密局该干的事儿，我不用想。就这么定了。这事儿您还真定不了，得冯先生定。他说跟我说不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您是女的。处里已经跟我说了，打今儿起。我听冯先生派去，他是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保密局的特派员。就没想过哪天不管你了？不能够。真死心。人在胡同口。我说了不算，非听你吩咐。什么事？楚乔天南。你可以吗？现在在狱里，只要人能进去，这事儿我就能办。金海是我大哥，就算杀了田南，他也不能把我怎么着。完事儿让他当个处长，方便吗，冯先生？方便。哎，行了，走吧。来。
一件事情，现在是最好的天气，深月太阳里我不用找你，就算是陌生人，陌生人也亲近。我怎么不记得你怎么来的，我怎么不记得你怎么走的，我记得我把姓名交到你手里，我记得你有些不高兴。我们不是陌生人吧，就算是陌生人，陌生人也亲近。